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啊。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想跟罗君说问一样的问题，请问今天有单身的吗？各位有没有单身三年的？有没有单身三个小时的？好，不管你单身多久都不关我的事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只想让今天的各位全部都嗨起来。等下我们想要看哪边的朋友，如果你比较燥比较嗨的话，那我们的爱抱就会往那边丢。下首歌9453 Come on。阿叶讲了一段故事，然后我们在台下听了，我们有一些灵感，我们也想讲一些故事。因为最近我们也发了一些新歌，我们也准备要发了专辑，而且我们新专辑真的超屌，但是还没发行，可能会年底的时候发行。然后在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，我们是跟一个天王合作，虽然说他没有现身，但是他帮我们制作了音乐。然后在小时候的时候，也不是说小时候，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他的音乐。那如果你在玩音乐玩到一个程度，让他也帮你做歌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比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唱这首歌 Amigo Come On。 等我们一些礼物，我们俩就下去唱吧。
今天的同学都是坐着，好像我刚问一下，应该是因为都有铺那个地垫嘛，对不对？他们都脱鞋子哦，脱鞋子是不是？所以是不能只能坐在草地上跳舞，用屁股磨蹭那个地垫，还是或者大家是可以站起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觉得腿是自己的，应该自己要有主控权去控制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摆动，让你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地，让你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这个宇宙的能量，让你的身体去知道，让你的身体去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们，让他知道说你是热情的，你是开朗的。这首歌来个蹦蹦 ，Come on！ 想跳舞的朋友，可以把你力气跳出来了，可以跟你隔壁的朋友一起玩。把你们最后的热情拿出来 ，Come on！ Tonight， 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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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。找几个好朋友。